愧是美少女的饲养员，我喜欢这个答案。夏夏，我拿着。天才大提琴手林之晓的出道首演，一颗古典乐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。恭喜我们顾先生可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哦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替你开心。那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美少女今天想吃什么。我想吃什么？喏，打开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们两个平时实在太忙了，林老师呢管我又管得比较严，所以我把我所有想在恋爱的时候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上面。这里面有我所有想吃的东西，但是今天你可以做决定，你选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们家美少女今天想吃什么呀？你定啊。就吃你最爱的火锅。不愧是美少女的饲养员，我喜欢这个答案。蹭上了口红。反正这个本子你有一份我也有一份，我把你的这个放在这儿最明显的地方，以后你可那我先要这个吧。你要去德国吗？医院昨天通知我，他们想让我外派。所以你今天约我来，是想跟我说这个事情对吗？他们让你去多久啊？一年。明白。一年。小夏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两个回头再说这个事情，我真的有点太突然了，你让我先缓一缓，然后你先好好休息。小夏，现在你让我缓一下，我先走了。